Hello Coco, welcome to Nepal. Okay, Coco, can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first?大家好，我叫邵一科，我是来自中国的一名志愿者，我现在是一名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大二学生，然后从2周前来到这里进行了为期2周的志愿者活动。Okay, Coco. I'm sure you introduce yourself. So, Coco, was there any problem at the airport to pick you up? And can you tell me about your first few days stay in Kathmandu with the training and the family, the food, the children, the staff, airport pickup, everything? Can you explain me?我在来之前非常担心机场会不会有人准时来接我，但是其实这些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一个运行比较非常成熟的组织，然后我到达之后呢，我就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马上就发现有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白纸在门口等待我，然后之后他们这些人把我带，他们开车过来的，然后我就坐着他们的汽车到了他们的办公室，这是他们在机场接机的情况，然后我到了这边之后，在加德满都待了3天，这3天里面，我每天的日常生活是这样子的，我会他们在早上，大概是早上10点半的时候，他们会来到这边，到阿西姆的家里面接我。在这之后呢，会有2个小时的语言培训，就是当地的尼泊尔语。然后再之后呢，他们会带着你们在4周的景点以及城市进行观光。这是一天的主要活动。然后你也不需要为你的住宿和饮食担心，因为他这边的住宿呢，就是你这2个晚上或者3个晚上都是住在阿西米家里边，然后他们会为你准备好食物。他们的食物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早上8点半到9点这样会有一顿早餐，然后你之后就过到来这边办公室，再之后呢，到了晚上，他们会有一顿晚餐，也是在晚上8、9点钟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中途饿的话，你就会可以在这边自己买一些东西吃，然后到你回了家之后，你可以跟阿西姆的2个小孩玩耍，可以跟他们一起说英语。除此之外呢，你也会遇到很多来自别的国家的志愿者，来这边的主要是英国的女孩子比较多，你也可以跟他们训练口语，然后跟他们多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Okay, Coco,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being alone? Like you arrived alone, so how you were feeling? Did you afraid or did you meet other volunteers?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Okay, no problem. 就是我是一个人过来的，因为我来的时候其他学校都还没有放假，然后我父母之前一直都很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以及我是否能一个人适应这边的生活。其实呢，我到了这边之后，就是首先在机场就马上有人接机，然后我最后跟这些接机的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热情，人都特别的好，然后我一个人来之后，我也在 Asim 家遇见了其他来自其他国家的志愿者，就是我遇到了一个英国的女孩，还有一个西班牙的女士，她已经53岁了，但是她还是在坚持做志愿者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我跟他们交流了很多，其实我非常建议你们就是想方设法去跟这些人交流，因为从这些交流中你能了解到很多其他国家的不同习俗，而且呢，如果你是一个人来，也可以让你减少一些孤独和寂寞之感，毕竟你来了这里就是来交流，是跳出你的舒适圈，来挑战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是一个人，因为这是现在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家庭，你也可以自己在他们家里边做饭，平时呢都是阿信做饭的，
所以你可以跟他要求你想做中国菜给大家品尝。然后呢，我在加德满都待了三天之后，我就坐大巴去博卡拉了。这个你也不用担心你会找不到路，因为他们会在早晨把你送到车站，然后经过六七个小时的大巴的旅程之后，我就到了博卡拉。到了博卡拉之后，马上又有当地 host family 的那母亲过来接我，然后我一到车站他就认出了我，所以可能他也会举着牌子，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下了车之后会找不到路，会没有人接，会一个人茫然无措，因为这些都是提早被安排好的。然后我在当地的家庭里面，因为有一个西班牙女士，她是不能吃饭，因为一些身体原因她也不习惯于吃饭，然后她马上就跟当地的家里的母亲提出来她想吃面食之类的东西，然后母亲她人也非常的和善，然后她每天就变着花样煮不同的东西给我们吃。就是这点我觉得非常幸运，如果你能习惯于吃米饭的话，他们这边基本上都是咖喱土豆和米饭这样混着来吃的。你也不要不习惯他们会用手抓着吃饭，这因为你来了就要尊重他们的习俗，所以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也不用为一个人而感到孤独，你有跟很多人交流的机会。Okay, Coco, now you talk about the Pokhara, the placement, the children, and in Pokhara, how is Pokhara, and in the weekend, what they can do, and Chitwan Safari, etc. Okay, 下面说一下我在博卡拉的一些情况。之前提到过，我一共在博卡拉待了两周，这两周里面包含了两个周末。然后我在那边的住宿是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但是也有情况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适应的。然后我的工作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每天早晨会在6点到6点半这段时间之内起床，然后吃完早饭之后就出发去一个孤儿院，这个孤儿院就被叫做 Happy Home， 然后里面一共有10个孩子。他们的年龄从6岁到17、18岁不等。然后我到了之后主要的工作是辅导他们的英语作业。然后他们尼泊尔语的作业不懂嘛，所以只能辅导他们的英语作业，不过他们因为年龄比较小，所以作业都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之后也会到他们有一个庭院，就是种了玉米啊、茄子啊以及各种各样的蔬菜，你也可以到庭院里面去劳动。早上呢，他们吃完饭之后，我就送他们去学校，然后大概就是7点钟到9点半，这样是你早上的工作时间。早上的工作结束之后，你可以回到host family 去吃中饭。这中间一段有到2点的我都是我的休息时间，下午2点开始，我又重新回到这个孤儿院去给一个正在学中文的17岁的少年教中文，然后我跟他也培养了很深的友谊，然后觉得就是他们人都是特别的好。到了下午，他们大概会在3点半到4点这样放学。他们放学之后，你可以继续辅导他们的家庭作业。当然你也可以带着他们去附近的公园玩耍，他们特别喜欢踢足球还有骑车，你可以跟着他们一起玩，也可以看着他们陪着他们。然后到了晚上大概5点半或者6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你的 host family 继续去吃晚饭。一天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我讲一下我的周末吧，就是因为博卡拉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他们那边有特别美丽的湖叫费瓦湖，我就经常会在我的休息时间去湖边走一走散散步。在这之间呢，我还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滑翔伞，因为这个是非常流行的，虽然它价格有点小贵，但是还是蛮刺激的吧。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周末还去了当地的博物馆，它主要都是关于登山者以及他们的登山用具啊，他们的登山历史。因为尼泊尔是一个充满大山的国家，你在博卡拉也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我当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被这个美景震惊住了，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雪山。所以我相信你也会感到非常震惊对于这个雪山。这就是我的周末以及我在博卡拉的生活。然后我最后还想提一下，他们孤儿院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乖巧懂事，他们从学校回来之后就会马上去清洗自己的校服，然后他们吃完饭之后会马上去把自己的盘子洗掉，因为他们没有父母关心他们，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做这些。然后他们每天都会有安排不同的值日，每个人也会都很认真的去旅行，所以真的很被这群孩子感动到。